中华民国选举我没看过这么脏的事情，这东西就是脏到连柯建铭都不愿意动手，结果由你林根人来开启地狱之门之后，里面的妖魔鬼怪跟着跑出来了。林根人的资料100%是别人给他的，查证都不会查证。你有没有看到你100%是中了人家的计？因为喂资料给林根人的人完全没有告诉他背后真正发生什么事情。中华民国选举我没看过这么脏的事情。我告诉你，以林根人的智商跟他的幕僚团队的智商，可能还觉得哦，太好，有人喂我资料，俺是跟天理，俺一定要跟着打呀。好啊，打下去啊！你看现在有多肮脏，绿营侧翼那些人渣，连现在停灵在哪一个冰柜几号，还有他小孩的长相，通通都贴出来了。林根人的脸书底下留言，10有9个是塔绿班。你有看过什么时候一场选举打到高虹安的助理的前妻的小孩跟他现在得了癌症过世之后，在第一殡仪馆的什么柜位里面有这个人？自由时报还把第一殡仪馆写出来，这真的太恶心了，这比蒋万安被打还要恶心。第一个，你打一个过世的人；第二个，你打一个未成年的人。但我们的林根人还在那边，好棒棒 哦，我们跟着打了。你不知道这东西就是脏到连柯建铭都不愿意动手，结果由你林根人来开启地狱之门之后，里面的妖魔鬼怪跟着跑出来了。现在就跟着你去问那些塔利班，塔利班都说林根人打的啊，我们只是跟着打呀。这就是过去我们打国民党最恶心的地方。绿蓝绿合流，蓝绿共治，为了自己的权益，不管多下流都好。我看国民党有哪些下三滥，接下来帮林根人站台，站一个打一个。